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手熟悉的星空了。那么今天的话，继续滚出来出生发视频了。今天用上的武器就是我们的 UZI。你肯定没有听错，就是我们的 UZI。上来了啊，那么我们也是先拿个修罗刀啊，先切两个憨批啊。紧跟着这个小红红，他就非常的看我不顺眼，但是呢，他看我不顺眼，我就越开心。那么就给他开开心心的快乐的去看一下啊短视频。你这小伙子就不对了，看我 UZI 你就想冲上来啊，所以呢还是给你打狠狠的来个教训的。别看 UZI 弱，他确实很弱。UZI 的威力确实很小的，在某款大型的游戏里面 UZI 是很强的，但是呢啊轮到川口县这边的话啊，可能啊，在穿越火线中呢，啊，比他优秀的枪还多得多，所以说啊，搞得我们这把 UZI 就威力特别小，特别小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地下里面有两把枪，一把是 A180， 一把是 UZI， 你们会选择什么？那我的话肯定会选择啊 A180， 因为 UZI 真的是打生化真的是让我尴尬的一批。你压枪真的你压得多好，它都子弹都是很零散的，但是 A180 的话它就是死死的盯着一个人，就狠狠的盯压死你，所以说啊也是 A180 会略胜一筹啊。这把 UZI 的话就是作死的环节，但是呢轮到我们30人嘛，你让我拿 UZI 啊那是肯定拿的，但是拿的出场的几率肯定少一点。你看我刚拿的就是我们的救世主的一个榴弹，疯狂的输出。这里呢原本我已经选择是娘的，没想到我要圈圈要圈圈啊，把这个钢铁终结者要蒙了。所以说身法还是比较有作用性的。最近有一些小伙伴越来越调皮了，他是这样的，他就问秦河啊，你能不能10点半直播？你能不能11点半直播？哎，你让我咋整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想给你们早早的去直播，你要想一想，我还要吃饭，对吧？我妈啊，每天都是准时12点前啊去做好饭，然后我吃完饭啊，再加上休息一会，所以说差不多到12点半才直播。那有一些小伙伴就非常的不乐意了，然后就经常调皮啊。我每天玩跳跳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掉掉掉，你给我掉。然后呢我掉下去的时候呢就来一句就这啊，把我狠狠的气死。但是呢有一些小伙伴也是非常积极的啊，就看着我直播啊，端着两碗大米饭就看着我直播，然后紧跟着就哈哈大笑啊。我现在我有时候也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直播了，哎，被你们取笑的让我没有面子。最近的这个称号是越来越响了，就是虎牙第一街球王。哎，我都不想说了，就好像这一段素材其实你们啊可能没有人看过全部的，我估计这一段素材是接了一整局，接了2个球。我发现我有时候接球是真的啊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就很皮很强，知道吧？人家接球你接球，你接的这么优秀还真的是第一个啊。我待会给你们啊放一个我怎么接球的，我自己都懵啊，真的把我给懵的死死的。这接球能力我也不想说啊，就这能力啊，我估计也没有多少个主播能做到这种操作的。人家接球那是他没有看这个地中间在哪，我接球我他妈的我只想哈哈大笑，啥也不敢说了。来直接上短片是如何接球的，这么优秀的接球我估计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哎，人家这个第一终结者非常的感谢我，你看多给他送了5-6分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是太难受了。我怎么感觉我偏离主题了。那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 UZI 吧。UZI 这把枪我为什么去用呢？其实主要是现在的多人生化里面啊，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多人生化里面啊，不是死亡之眼就是我们的炼狱，不是炼狱就是我们的大炮
啊，也没有其他枪的了。就如果你有的选择，就你号啊还比较富裕的，就三把武器，基本上都是三把武器的，除非你是一个小白号，对不对？小白号的话，就拿一下我们的一个十二生肖的雷神啊，还有这个之前送的一些免费的啊原系列啊等等之类的啊，这些就没办法。但是呢啊，我觉得啊，真的川爱管线这边呢啊，可能做的啊想的就比较简单吧。就现在的话，真的没有多少人去用其他武器，就好像我这把手里面的 UGI 啊，虽然说情况也没有多少，就没怎么拿过 UGI 出来，但是你好得啊拿个 UGI 啊打打啊打几个空气还比较不错的。我觉得 UGI 这把枪如果稍微加强一下啊，还是比较不错，比较可以的，因为它换子弹非常有感觉。今天来说的话，这段素材啊打的还是比较不错，但是呢啊，你也可以说其中有点水视频的感觉啊，因为确确实实有稍微一丢丢水视频啊。然后呢啊，情况还是在虎牙直播的，虎牙搜索18297896，欢迎各位的捧场啊。最近的话也是比较不错了啊，这收入也是比较理想的，最起码有4000到5000的这个幅度，所以说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，因为真的没有大家去送礼物，其实啊情况真的没有多少钱啊，有几个老板就非常支持情况啊，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的，能帮到你确实不容易了，毕竟你看看人家是用钱来帮你的啊，所以说啊这东西还是要感谢的。然后呢再声明一下，如果是你是学生党，真的是不要充钱给情况，因为没必要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嘛，有钱你是一个土豪啊，你随便给啊，你不是的话你不要就那个啊，如果你非得要给的话卡个白纸就好了。希望各位朋友们能给秦哥投一下硬币吧，数字三连一下，真的我这个7万多粉感觉是假的，我都不知道干嘛啊，7万粉丝还不如10000的一个 up 主。好，我是你们所熟悉秦哥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哟，拜拜。